大家好，现在来介绍大鼓16分音符节奏的第二个部分。今天要把大鼓的这个16分音符踩在第二拍的第二个时间点，也就是 1E and a 2E and a 的 2E 这个位置。好，所以我念一次拍子，然后用暂时用拍手来代替大鼓。 1E and a 2E and a 3E and a 4E and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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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你在念拍子 1E and a 2E and a 这样子念的时候，如果你已经比较熟悉了，试试看只要念出 1, 2, 3, 4，然后你的大鼓一样踩在原本第二拍第四点的位置，所以会变成这样子 1, 2, 3, 4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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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, 2, 3, 4. 现在试试看，在第二拍跟第四拍用左手打小鼓，大鼓一样踩在第二拍的第二个时间点。1E and a 2E and a 3E and a 4E and a 打顺一点是这样子。1, 2, 3, 1, 3, 1, 3. 经过刚刚的练习，希望你已经把大鼓加小鼓组合起来的感觉记住了。现在我来打 hi-hat， 每拍会有两下 hi-hat， 分别是打在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这八个时间点。再加上小鼓，尽量在你的手部的节奏进行的同时，还能够保持知道拍子在哪里，继续念 1, 2, 3, 4, 或者念 1E and a 2E and a 3E and a 4E and a。现在我要在整个小节的第一个时间点，也就是 1 的时候，再加上一个大鼓。通常在 1 的时候加个大鼓，会让整个节奏有个明确的开头的感觉。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因此觉得比较自在。但其实，并不是所有的节奏在 1 都一定要有个大鼓，这个只是在练习的时候作为一种辅助。现在我要在 3 的时候再加一个大鼓。现在我要在第三拍的第三点加一个大鼓，所以一共有三个大鼓。时间点是这样子 1, 2, 3, 4, 1, 2, 3, 4.
现在我要在第一拍的第一点跟第三点各加一个大鼓，听起来是这样。1, 2, 3, 4. 1, 2, 3, 4.现在我要在第三拍的第一点跟第三点各加一个大鼓，所以整个节奏会有四个大鼓，念起来是这样子 1, 2, 3, 4 1, 2, 3, 4. 现在我要在第四拍的后半拍加一个大鼓，整个节奏念起来的时候，第四拍的后半拍，也就是第四拍的第三点，会跟 one 的大鼓连在一起，听起来是这样 1, 2, 3, 4 1, 2, 3, 4 1, 2, 3, 4. 我们之前练习过，在第一拍的第四点可以踩一个大鼓，现在把它跟第二拍的第二点这个大鼓连在一起，听起来会是这样 1, 2, 3, 4 1, 2, 3, 4 1, 2, 3, 4. 今天的练习重点是第二拍第二点的那个大鼓，你也可以在其他的时间点加入大鼓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别的鼓手或者是音乐里面出现一样的节奏的时候，你能够透过你的听觉去听得出来这些大鼓是踩在哪些时间点上面。